做一个看着宫崎骏动画电影长大的老粉，一直心心念念什么时候能够三次元体验久上的演奏会。这不，搜罗了好多年，因为工作、学习等原因，一直无法实现，最后只能盼望着老九什么时候能够光顾一下无人问津的纽村。结果 2000 years later 还是无人问津。仿佛上天像是听到了我的诉求，某日我和朋友聊天，得知烛光演奏会发起了久上宫崎骏动画演奏之夜。虽然不是老九亲自登场，但最起码可以望个眉，指个可，一不做二不休，立马我就订好了票。那晚我怀揣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了演奏会地址，一看竟然是一所本地高中学校。虽然有些小失落，但这进门之处一长串烛光大道还是小小的满足了我这老阿姨的少女心。整个演奏会弹奏了宫崎骏好几部经典配乐，每一部都浮现了我那满满的青春回忆，听得我热泪盈眶啊。在视频的结尾处，我给大家带来一段现场演奏，大家说说这是宫崎骏哪一部作品里面的配乐呢？